小姑娘把他送过来的。啊，你们太厉害了。我们做的是小鸡。哇，他这个毛色过来，果然。对动物们来说，保护站就是他们的医院。来，坐。头。哎，拖不住呀，它有点沉。保护河狸的工作让初文文团队在当地逐步获得了认可，更多动物救助也就找上了门。那有啥东西能把它烫伤呢？哎，还有点像那个形状，我看不了。受伤的是一只尚未成年的雄性狍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现它们后，找到初文文，请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专业救助。你先把那个胡草拿来点，让他先来两口。给的是仙草，那个仙草它不能按羊吃，它是鹿科的，它是。羊是牛科的，它是鹿科的，它们两个不太一样，它会有它自己要吃的东西。和给人看病一样，救治野生动物，对症下药，因病施策是关键。但不一样的是，动物不能说话，无法表达。喂，疼，它疼得很，疼都抽抽了。你看一眼，木子，你看，它是这样子的，看，它这个腿完全就不敢使劲儿。我给你找一下那个图，你看哦。你先把这个手垫到这儿，动这个的时候，里头可以感觉到骨头在游离。这个要重新拍这个片子。先上六要近啊，往前。下。安置只是救助工作的第一步，动物康复后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这只是个雁隼啊。就说是他刚回来的时候是那个腿和翅膀是有点问题，然后我们是人工去喂，就说是跟他比较亲，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不用手去喂他了，就现在就慢慢的要培养他一些野外的一些那种捕食能力。你像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给他以后就不会再给他小了，你自己去撕，有本事你就撕。然后等到后面救助中心好了以后，就所有的能力都要去慢慢训练他，就等于是我们就要模仿他妈妈给他从小教他所有应该学的东西。九月，阿勒泰的天气已经转凉，一个月后的冬天气温可低达零下30度，这将是野生动物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这片和那儿都假，你们弄的时候到时候看一下。受伤的野生动物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去年秋天，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初文文团队筹建的专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动工了。还有就是那个污水处理系统哪天搞？为了动物能尽早入住，救助中心的建设必须加快节奏。进度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矛盾，资金如何分配？就说你要把它全选齐了，就说是价格太高了，但是你不选齐的话，后面又害怕万一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用的时候，这个东西又没有。负责采购的木子研究如何花最少的钱买最齐全的设备。以后可能还会扩容增建什么的，这个配置不能减，咱这不用什么一轮二轮三轮，就这轮就直接报到最低就完事儿。东北人王大鹏谈判精髓总结成一句话：配置尽量高，价格不能高。核心的要点就是一定要保证动物在用的时候，它得有个东西用。骨科器械这一套药，但是这个药了以后就还有新的钱了。除了钱、设备，最关键的还是人。喂，你好，我刚在那个邮箱里看到你的简历了，恐怕不能经常回家。工作的条件、情况这些，你有没有概念？会是？两个男生或者三个男生住一个宿舍。很多年轻人怀揣着热情申请来救助站就职，在这里工作几年的同事们会把诸多现实的问题提前告知他们。家属全是废墟，我们就蹲到那个地方在那家。毕竟
田野、远方、梦想，一旦落地往下扎根，会碰到坚硬的土壤，没有足够的力气是很难生根发芽的。我们没有伴侣，对吧？然后我们也没有在北上广深的房，大家可能只看到了我们开心那一面，但是并没有看到我们舍弃的那一面。但是那个是我愿意去失去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认知体系里面我得到了更多。初文文的引路人是他的爸爸，小时候他就跟着爸爸在野外科考调查，对自然的热爱可以说从小就融入了血脉里。慢点喝，慢点喝，这要没了也要搓一下。好了，去吧。他想玩水。如今他也成了别人的引路人，但是把理想过成现实是要付出牺牲的。三二一，去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我想要告诉40年后的自己，现在的我都不后悔啊，到那个时候的你也一定不会后悔。壮着，好了。赶在入冬前，十来只野生动物终于搬进了新家。在即将到来的冬日里，会有更多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得到救助。痊愈之后，他们也将重返自然。喂，这不跑嘞，舍不得。大家又回来。放掉，关掉，把门关掉。他们只能在野外安置的红外相机里和动物们再次相遇。我觉得我保护野生动物让我开心，就是能够看到野生动物能够在那好好活着。牛森森给自己规划好了下一个工作日的待问诊路线，这将是他接单以来最忙碌的一天。说以前嘛，可能上班的时候是闹钟播了响好几遍，都那种不想起来。现在闹钟响一遍，就要马上就起来了。因为你如果说你迟到了，可能就要影响患者就医了。人们总爱用落来形容自己的归处，落叶归根，落户，落脚，应该落在何处，从来也没有标准答案。30岁，你不必被落脚点裹挟。漫长的人生里，这是新的起点。告别了青春期的迷茫，奔向不惑之年的成熟。30而已，再接再厉。我们其实也是在做着一个很正常的工作，只不过这个工作可能更能满足我们心理的需求，更能满足我们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人能够持续有一种被爱包裹着的感觉。是的，嗯，这三五只多的可能都没地方撂着，就往那个河里上堆，牛也进不去，还环保。那河里会不会长？